你们知道迷你世界最恐怖的稻草人长什么样子吗？并不是这个三只眼睛的稻草人。小伙伴们，先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知道迷你世界稻草人一共有几个吗？有人说两个。错，大家都上当了。第一个稻草人，我们在游戏中放一个木围栏，放一个草垛，左边一个木围栏，右边一个木围栏，放上最重要的南瓜灯，他是第一个稻草人。这个稻草人很善良，我们手持向阳花，他就会跟着我们移动。第二个稻草人是我们视频刚开始看到的三只眼睛的稻草人，他叫蒙眼星稻草人，是在外星给植物提供氧气的稻草人，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稻草人。伙伴们，现在我让大家看看迷你世界最恐怖的稻草人。其实啊，在老版本中隐藏着第三个稻草人，大家看，他就藏在老版本中，在老版本中永远的占据在我们的主页面的最上面。骷髅的身体，南瓜的头，树枝一样的手，他是迷你世界最恐怖的稻草人，就藏在老版本中。但是啊，现在已经消失了，他是第三个稻草人。